懒觉病出来啦。这张乱鸟也算。那就是懒鸟偷车法。哇，今天真是烟雾缭绕啊。原本这边应该可以看得到小白球吧？对啊。对啊，现在是完全一片雾茫茫，完全都看不到。来来，露营哦，露营哦。嘿。好，现在可以看到抽车的姿势，抽车的英姿。继续抽，不要停。因为看你露营，我不敢下马，你要会爆掉啊。不会啦，这个速度还好啦。看你露营，我就不敢了。好，回去给他两倍速快转。阿伟，赶快入境啊！哎呀，是啊，总不能都只有声音入境而已吧？对啊。哎，前面的速度放慢一点，要有人要掉队了。阿伟，有没有感觉休假比上班还累？对啊，为什么呢？明明跟小陈说好不要管我上五分山，结果一来就跟大家说我休假，这摆明就是一刀毙命嘛！我们感受到灵异事的那种痛。好，等一下再去吃个东西好了。好，都休假就要给他吃个饱。好。等下可以约林那个杨大哥他们。哟，好抖抖抖抖，哦，翘格链的。有风。哦，有风真好，凉。好，走。不要跑！哦，所以你很辛苦哎，还给我抽车，欺负我现在录影没办法抽。很累哦。没看我已经喘成这样。超累的，那个要分心，很累。快到了。啊，不行，下坡我不录了。下坡不要录。哎，危险。哎，没错。快到了、啊。是吗？对。这个下坡。还没有啦。还没有吗？还没有啦，不是这个下坡啦，还有一段。这个下坡完还有上坡。还有。哎。我记得啊，昨天才来过。